本轮疫情发生后，我们迅速组织了专业力量，夜以继日地开展流调工作，走访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，对重点地区开展采样工作，广大市民，特别是确诊病例、无症状感染者及其密切接触者积极配合。 如实报告活动轨迹，对于我们寻找病毒的源头、切断传播途径至关重要。